我想要将规个治疗时间拢延后，时间啊，咱再搁讨论啊，再麻烦你评估一下。好，应该无甚物大问题，再麻烦你啊，多谢你啊。你甲医生讲电话啊？是啊，香港这医生哦，帮助我真济啦，伊药啊对我真有效。唔呐，控制住我的情绪，甚至连我的记忆哦，拢有当稳定落来啊。所以暂时免回诊啦，应该继续吃药啊，就会用的啊。你是想讲要甲飞来飞去的时间省落来，会当甲心思拢下咧厝内，那呢你就会当好好啊陪阿妈。你应该是安尼想着。我是信任医生啦，而且决定。要留来陪阿嬷，这嘛无唔对啊！我已经配合恁啦，无将我的病情哦甲阿嬷讲啊，所以嘛请恁哦尊重我的决定，好不好？当然啦，尊重医生评估，你的身体健康会当延误就医，当然我一定会支持你。医生也未发表任何意见，我嘛未加讲啥，是讲基本你爱知影，你是阿姨的宝贝后生。你即马要延后就医，你想阿姨敢有可能我都接受啊？无唔对啦，志文，我会了解你关心阿妈的心情，啊，不过你家己头壳的伤嘛爱顾啊。迄食药啊、看医生，迄是第一步啦。你以后还佫有真长的路爱行呢。我无赞成你摕家己的身体去冒险啦，妈。阿嬤伊需要咱的陪伴，阿嬤已经无时间了呢。啊，不过你即摆嘛是治疗黄金时间啊，所以我无认为你应该把时间拢开伫阿嬤的身上。搁再讲啦，阿嬤破病遮尼严重，就算你陪伊，伊嘛袂好起来啊。所以我认为你应该把时间放伫搁较重要的所在，袂用放弃治疗啦。我无要放弃治疗。我只是想要治疗时间延后尔，到时阵哦，我会继续治疗啦。袂用的啦，你即马治疗效果等你好，你煞要拖，你阁唔惊你以后好袂完全哦？我甲你讲哦，我不准你做即款戆代志哦，我袂用让我的后生有任何的风险啦。你又过来啊？又过安尼暴露参详啊啦？我拜托你，你听我一句话好无？这是关系到你的未来呢，你阁予我拜托一下，莫遐尼侪意见呐。就算是安尼做，我若复原啊，我会活了真后悔、真痛苦，你知影无？我无想要我人生有危险，我决定要留落来啦。卡叔，你若是硬要安尼把我参详哦，你莫怪我无听你的话啊！哈，你好啊，你若袂听我的话，我叫阿嬷来控控你啦。好啊。甲阿妈讲个清楚嘛好啊，安尼我赞成。我嘛希望阿妈吼会当了解伊个病情。要毋过阿妈若问你时阵，我就看你变来讲，我就要看你哦，变来继续问阿妈伊个病情啦。好，你真牛呢，哈？你跳完跟我唱反调个对啊啦？唔是，我只是认为讲我做个代志是对个，而且我无可能哦，继续受你安排啊啦。好啊好啊，恁拢较冷静个，拢减讲一句，而且拜托较细声，敢定甲阿妈吵架。想见阮妈，伊这么自私啊，这么无得讲理啊！哎，你陪得上啊？哈，你竟然安尼讲我？拜托，拜托，阿姨，拜托。志文讲这话哦，无歹意啦。啊，大龙较冷静嘞，真正啦。啊，我先带志文哦，落楼骹，我先带伊出来。啊，你嘛较冷静，志文。好啦，志明，你好好家己考劝啦。伊若是搁安尼继续讲起我吼，就莫怪我无顾着阿妈拍牌代志啦。阿姨，你又过来，你敢一定安尼？这时阵安尼刺激志文啊？是又该安怎？伊安尼讲起话阁无够，你要徛在那边替葬啥物？啊不，无无无，大龙较冷静，我先带志文出来。阿姨，你嘛较冷静，行，行啦。
我当然知影，自细汉你甲阿妈上亲，啊，不过你受伤是事实啦。你竟然为着要陪恁阿妈，唔去接受治疗，你哪会这么戆？酒啉下是毋是继续轻松的？饮酒哪会无轻松的啦？啊，你经常饮茶甲饮酒尔。是讲林志明啦。你真正有够憨的呢。啊，我是安怎？我头壳受伤，我是病人。啊，你无顾虑到我的病情，啊，你既然哦，啊，搁招我来饮酒，我即马是用。在控制我的情绪，哎，你的大爷是安怎做的？我唔知啊，饮酒伤身体，还是讲你甲阿姨哦，两个遐咧冤家相骂，那是伤心，我这叫做用心良苦。来，一路饮，一路饮，饮啊愈醉愈好。你饮醉哦，阿姨会照顾你，伊就袂哦，佫怪你，佫继续骂你啊！来，你。你这招也是有用哦。我哦，明仔载哦，穿那澎湃，来拜公妈。拜公妈做？过晓啉烧酒，那是公妈教我教的呢。你是乌白讲啥？什么公妈教你啉烧酒？我讲的是真实的啦。我会头一杯酒啊，就是阿公添乎我的秘鲁。我还记得哦，在小学五年级的时阵，阿公哦，伊还袂做公妈。我还记得哦，是迄年哦，真热的透中头下晡，阿公哦，啉咖哩规身边那哩红叽叽，还佫会打滚。我就问阿公讲哦，阿公啊，酒好啉无？阿公哦，甲我比一个赞，然后伊就。天秘鲁给我喝嘛，我知我知，我会记。啊，看你啉，我就第一啉。啊，记阿公吼，眼讲，恁都爱保守秘密，就是你这口尿白啊，是走去甲阿妈斗你咯。我哪有啦？阿妈是例外哦，看到我一个面红叽叽，伊也准讲我掉沙。你怎么讲我姊妹咱是安怎？我一开嘴，马上去给伊抓。包括我若无赶紧哦，俩公出来动，我是免阿收煞，你甲我讲。嘛唔知讲阿公后来安怎吼？后来去我阿妈，可会当安怎？阿妈，阿妈，你唔讲要困？我著困困的吼，著精神啊，啊精神啊，搁困啦。啊，听到恁的声吼，就落来吼，甲恁看看的啦。啊，恁哪会讲到恁阿公哈？来，阿妈，就坐啦。阿妈来了。阿无讲哦，无想到啦。阿公讲，就想到阿公啊。阿就想起哦，真侪甲阿公过去的回忆啦。我嘛是呢。阿妈唔知阿公，阿公哦，即马过了安怎？当然嘛，真好啊。无烦无恼，无病无痛，当然嘛好啊。你若唔相信吼，恁做梦的时阵吼，请阿公吼入去恁的梦内底，甲问看卖，看我讲了对无？是讲阿妈，你敢要梦见阿公啊？较早是无啦。啊，无你来讲讲咧，有影有食。我未讲完啦。较早是无啦，啊，不过最近吼，常常梦到伊呢，唔知影是为虾米。那你阿公敢唔甲你讲啥？无啊，伊就徛喺边啊吼，也无讲话啊。啊，对我安尼吼，微微啊笑啦，啊笑吼，安尼甲我下，一个下，一个，
原来是叫我过去呢，啊，我唔知什么意思。啊，不过不要紧，到时阵吼，我会甲问清楚就好啊。早晚有一天哦，我会去天顶，甲你阿公团圆啦。等我问到吼，我才托梦讲予你知。别个人啊，我不会走了，拜托你，我可以往这个动物园别个。你是囡仔哦，这是真正常的代志啊。你若听听就哭啊啦，唔通哭吼，唔通哭。你若搁哭，姊妹会甲你笑哦。妈哟！啊，你两兄弟啊，你到底是安怎啦？哥，阿公哦，伊袂用安尼做啦。我袂来讲妈听啊，甲阿公讲，叫伊哦，唔当遐尼超过。啊，若无初一十五，我袂甲拜啊，袂拜啊。我叫田丁哦，先生拢袂拜啊，袂拜啊。哎呦，恁是咧讲啥啦？你安尼吼？对公妈讲话是大不敬哦，以后别个学别讲，吼，知影无？我阿妈，我真正别个离开你，林家实在袂当无你啦。袂啦，我搁较安怎吼？我嘛是会伫咧这厝内底啦。阿妈，你唔来伫咧这厝内面啦，你哦，搁阮看会着你，还望会着你。我阮三兄弟兄弟啊，当我搁伫你个身躯顶，拢爱甲伊揽条条，所以吼，你得着你个身体照顾好。有啦有啦，拢有咧顾啦。有啥说你甲你个身体照顾到安尼啦？志文，你来做干呢？志明嘛醉啊啦，啊两个兄弟啊，甲我讲话哦，讲到会流目屎，我毋捌看伊安尼。阿妈，志明有当阵啊人伤济，拢会安尼啦。啊，志文是我头一摆看到，可能是头家受伤，情绪较无度控制。是啊，啊不过志文拄只，敢若想要甲我讲啥呢？阿妈。我落来的时阵吼，看志文咧甲你揽的，可能是你的身躯哦伤寒啦，伊感觉你无家己照顾好。我想吼，我来去买几领较小的外套给你穿，阿妈搁有志文烦恼啊。好啦，我先陪你起来楼顶休困，因两个我等下再落来照顾。你若搁无法嘞吼，就叫珊珊来斗三工。我知。休困。两个之间呢？